Several days later. 啊，这多的有点好看呀。The next day. 哇靠，这个外套真的有点东西，显得小雪好香，真的很保暖。你脸上买的啥呀？外套啊，真的太香了，我直接买一件。喂，萌萌，我周末跟同学去你学校那边，好久没见了，要不要约一波？可以啊，随时。OK， 到时候见。太好了，期待期待。Day two. 哎呀，真服了，怎么一冲动就约了呢？那么久都没见了，见面说啥呀？哎呀，好尴尬。Day three. 那个我同学周末有事儿就不去了，要不然下次再约吧。没事儿，那我来找你呗。Day four.今天下午买的东西先吃啊。哇，怎么是我同学就是那个穿了华为手机。对呀、啊、可以扫码抽奖，我上次就中了免费的汉堡和可乐，而且你尝尝，他们把套餐里的百事可乐免费升级成了炸鸡专属的零糖零脂零卡可乐，还有满满的膳食纤维，还是山楂味的好开胃啊。 Later。 对了，你家珍珍没？没呀，她不是出国了，是不是谈恋爱了？是的，我给你看她朋友圈。没想到吧，你现在这么漂亮、我还真认不出来。等会、这是她男朋友吗？对。 Later。One week later. 哎呀，我为什么要约？真的不想去，今天聊什么呀？能不能不去啊？那么下嘴。